不太好打你。这是上把那个吗？一样的皮肤哎，看一眼啊。泰国没带这小子。就他，这上把就他。上把不被你单杀了吗？那不是单杀，那是直接给他杀穿了都。那不是给他单杀呀，我是给他无限杀呀，我是见面就杀他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可惜，我们遇到他妈的寡妇，我要是遇到他妈的寡妇，高低得报仇对吧？高低得报个仇。嗯，好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快干！可以，我干，快干，快干，干。严克，闪现，我躲，走位，好，我 Q， 好 Q， 我走了，走，我去了半年，四杀，炸死他，完了没炸着，三换四，还行 ，ADC 都是三个头，责任位。我没交技能，谢谢隐身守候的雪人飞机儿，谢谢奇奇爱怡宝的火箭。还行，下路肯定有的玩，一人三个头怎么没得玩，都是三个头，为啥没得玩？升得快，很烦。我以鲜血淬炼。啊，没闪，没闪就可以弄他一把。在那弄他一个，可以啊，可以弄的。看，没闪现，慢一波，兄弟，慢一波，慢一波，慢一波啊！慢呀！你让下路卖，你跟我说啥卖呀？我以为你让我卖呢。我说下路，我下路。我以为你让我卖呢，你差点把我骗死。那行，啊，我让下路卖一波，猴哥。可以算了，一换一算了。哎呀，我的后车！这边一直跟我说卖一波，卖一波。我一看，我旁边没有人啊。我再往上刷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他弟弟好像交闪了，还是直接死了？交了，交闪了。我来了，他打野不在。好，好，看到我了，他也好像有眼儿。我隐盘了，我闪一手。哎，好，不亏，慢了，还行，好，不亏。哟，我操！我的蓝怎么没了？嗯，我靠！我在看你，我在看你打这个打架，我蓝怎么没了？我靠！你的蓝？我蓝呢？哪去了？兵线小亏，嗯，兵线不赚，但也不是特别亏，可以接受。上线应该他吃一波兵，我吃仨，但我马上五了，其实差不了太多。我们就主E了啊，
OK， 啊，还不错，这波我靠，我记得冰人能干嘛？差不多，其实我们俩血量，但是兵线往我这边推，回家吧，回家危险，他升六我容易死。上单瞎子 ，yes， 你说我可血还是星石？可血吧，要不上单瞎子得承担一个前排的重任。嗯，可血比较好。嗯，星石打他很难秒，感觉不好打。我没带攻速，所以有点卡平 A。我带的印性比较正常。对面这把控制太多了，所以我就带着印星，还带攻速。嗯。哎，放这兵了，那没补着呢。啊，小龙的话，我要反他一野了。来，不溜。被越了。Shut down.我可以杀他，他一个人。我先把这个石头人反了。哎呦，我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。来，快踢！四秒有 Q， 三、二、一，中！哎，有 Q 不？没有。太屌了 ！OK。OK， 金刚，这叫什么？天雷破！哎，这边，这个追不了，这个追不 了，那没办法，那算了。天雷破，天音波回音机。那么在天音波滑行的途中，滑行的途中呢？射狗屎！来，我三口，你两口。你要是想吃，你可以吃。等你大招好了，我再来。好，十六秒有到。我上个蛤蟆，马上来。来了，炮车他都不吃啊，还有点过于稳健了啊！我来了，我在，我在，嗯，好踢，来，火哥需要你的帮忙，我来了，好踢，来，好，他半秒了、okay ，他伤害好高啊，嗯，有点高，谁？那个开印好像来了，来了吗？我没注意到啊，好像到了，打不了中，好像惩戒中了吧？对，惩戒中了。哎，没死可以，他死了。OK， 你师傅来杀你了，没助攻 ，shit。
神龙之怒。干！先来个咳血战斧。入侵一手。哎，柚子怎么没昨天好吃了？感觉有点苦。下路有个机会，五级翼，天雷破，五级翼，我往下路走了啊。OK， 我往下路走了，我马上到，我这个位置应该能保。可以你看看你们位置，这个位置包抄无敌，这两个残血，这个位置无敌，好踢，漂亮。OK， 这脚非常的 nice 啊，也是，可以，能杀吗？可以。还有。OK， 死了。OK， 那我回家了。哎，打断了，这种打断了。哎呀，这是，那我再听一波。这重点算了。哎，感觉我你是这个中塔吧？我给你塔，来。好。让那个杰上去，让那个杰上去。那说一下，让他上去。你推这个中塔就行。刚好，你这都不用走了。能吃到吧？能吃到。哎呀，你这给我一个人吃吗？不是，我吃了，我88块钱吃到了，吃到了是吧？吃到了，但没办法，这兵儿三送了，我再吃一波。失血那个塔，胡哥可血，我遇塔了，对面。哎呦我操！他没大。嗯，他来文刚大放过了。算了，我这血太低了，算了。海隐应该没在。算了。哇哦！他大跑了，我靠！哇哦！呀，好的有点快。大好了！我看我好痛啊，一件半是吧？有点痛啊！皇城 PK， 皇城 PK， 我得慢点跟他打，我这主 E 的。三级 E 还是？五级？三级吗？五级！我扣不着人，我就五级。好理解。你该不会负 W 的吧？没有，负扣。那负 W 扣技能吸地太长了。扣他！主W 吧，主打一个贴膜。主W啊！我无需刀刃，也击倒对手。主W太混了，320。啊，再不信。进了是吧？不是，进了说是牛逼啊！俄莱文嘛，装备好的快，有点痛。打完回家，欠打一手。
这都打不过，皇城 PK 也干不过他呀，伤害太高，主要他是布甲系。我牛逼姐，我姐牛逼，牛逼，可以，这不可以，打出心事了。哎，这个牛逼啊！我上了。哎，热来了！可恶！我在看！我这大招差一秒，应该不好杀吧？等一下莫干了。等一下！哇，人来的有点多呀！啊，黑夜来了，这个真有点快。这波坏了，这波亏了，这波很亏呀。干嘛了？这个也死了。哦，我们这波葫芦娃救爷爷，烦死了！玉女没大，小乐文伤害很高的，他三件炮，这我没法过来了，啊，特别，这我有点来不了了。我操，这 Q 比较多了，我靠！没大，这就死。快，这翻了。把这药卖了吧，瞎子主要还是得药眼儿，有眼儿能好不少啊。德莱文死了，可以。那大嘴儿估计够呛啊，换不掉啊。德莱文没闪了。200。黑影可能会透红，你看一眼。我瞅一眼。有可能会透红。好踢！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得掉啊！留住了！这波要是再打不过，那也没办法。没办法，那谁都不能说了。那德莱文都没来。对。哟，还能走吗？啊，回来。这个姐挺帅的，也是挺帅，但是还是没打过。反杀了，漂亮，可以的。我没摸眼，主要是因为我没想跑，你知道吧？这波我想怎么能把他们留住。因为他们家肯定是少人，我们家队友先过来，我先给他们怎么样能留住他们。我要是跑了，那个跳弹我特意等凯隐过来我才打坏的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我没大上那一波，我有大了我就大获全胜了，那位置非常的好，我一个大就好了。
飞轮，感觉这虾的作用有点小。飞轮没在，我他妈给直接给你踹飞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啊，我要死了。下一把，进，下一把吧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好的，虾子中单好一点，虾子还是得打野呀，上路的虾子我感受不到它的作用，作用有点小，这被他闪现给躲了，我的大哥。第一时间没想放大，打下干，打下干，不出去打，打下干也够呛啊，德莱文现在杀我们就两刀，他四件套，砍我估计就两刀，砍你的话得四刀应该，砍我四刀，砍我也两刀，两刀我直接翻，现在我估计我从后边过来把他踹回来都打不赢，你觉得呢？秒不掉，应该秒不掉，被个盾，秒不掉，我们家人还容易全死，是吧？守基地吧，哟，别，两刀兄弟，挺吓人的，哎，好大，但是我给你拼了，我操，这不行，动不了，没办法，两刀死了，虚区有点高，死，被我死了，好，好，看劫，看劫，看劫，哇哇哇哇，有机会，我操我操我操，可以四杀 OK 漂亮，四杀很帅很帅，但是还是没用，现在我们得再赢四波团战，能赢吗？这把能赢，差不多三四波，我们现在这个英雄就属于就是副作用了，就都没石头别人有用了，作用太小，他得有优势，没优势太弱了，这个你还被反，我现在就进去放个大，现在给这边多大几个，有没有红啊，四星红是有的，哎，这小子抓了什么呀，还有一个人要给他抓了，有风险，别发，我操，他那给大正秒了，我操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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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回家，哎呦我操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全给砍死了，点咱俩的辅助，点我们俩，为什么要点我们俩呀？不知道，我们俩没啥问题啊，咱俩评分比他高呢，他 3.0， 你怎么点我们，为什么 3.0 要点我们俩，好奇怪啊，对，好
好奇怪啊，真的好奇怪，为什么一个 3.0 的人要点我们，好奇怪。